拜见仙姬。仙姬亲临，何以未见谷主迎接啊？仙姬息怒，父亲日前仙逝，现由昊清继任谷主之位。大胆！谷主仙逝，此等大事，万花谷为何不报？实属突然，尚未来得及。死了便死了。仙姬收到鲛人所献鱼尾丹珠，颇为满意。等仙师出关，仙姬有意携鲛人一同向仙师祝贺。此番前来，便是想看看训鲛成果。把鲛人带上来吧。他干什么？可惜世间并无双全法，本宫想要灵光裙，便再也看不到那条漂亮的鱼尾。不过还是该赏，本宫喜欢灵光裙远胜过鱼尾。本宫要在万花谷附近游玩数日，这些天你便侍奉在本宫左右吧。无礼鲛人，仙姬让你侍奉是你的福分。仙姬，鲛人初断尾，落地如行走于刀尖，不宜长途跋涉，还望仙姬可以开恩。哦，是你啊，那个狂妄的御灵师。本宫听说是你让鲛人开口说话的。是。你该明白，你所训的鲛人必须要讨本宫欢心。那么现在你能让他跟我走了吗？我不会强迫他。西虎法，还不请罪。之前本宫给万花谷所提的要求，少谷主，哦不，谷主，你可还记得呀？记得。那烦请谷主再一条一条告诉这位西虎法，让他记清楚些。仙姬祈愿有三，一愿鲛人开口，臣服仙姬。第二条呢？小仙可记得清楚，仙姬二愿，鲛人断尾，永不归海。三愿鲛人献出鲛珠，永无叛逆。那么现在，你可以强迫他了吗？本宫之尊，这世间珍宝无不伸手即得，你侍奉本宫也是板上钉钉，凭什么和我谈条件？仙姬息怒，训鲛不成皆是昊清之责，还望仙姬给我两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仙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仙姬，求您高抬贵手。请仙姬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。仙姬息怒，我知错了。仙姬，师父即将出关，不宜见血光。鲛人生性骄傲难驯，既有御灵师通他性情，不妨手下留情，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吧。
师兄向来最懂得师父的心思，这次便听师兄的。不必再上这副仙锁了，本宫不爱看。有这禁锢符，这鲛人跑不了。鲛人所犯之错，断其仙骨也不为过。现在我让你侍奉在本宫身边，你是轻饶了你。若他逃脱，其御灵师不仅失职，还当以连坐问罪，处以雷法。这位禁锢法，你可要好好的看管他。你记住，你对本宫来说，与这屋里的花瓶茶盏并无二致。本宫高兴了就会多看两眼，不高兴了随手可弃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哄本宫高兴，或许本宫高兴了会满足你一两个愿望。出游的兴致都让你们给败了，本宫再给你们十日时间，今日这般场面本宫不想再见到第二回。带鲛人下去。Thank you.